哎，这个女人，哎，哎，美女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我问个路可以不？可以，你去哪儿呀？哎，姚店镇你知道不？我要去那个姚店镇。你要去姚家店呀？啊，那你要从这儿上坡呢？哎，咱俩说的是一个地方，姚店镇。就姚店镇啊，哦，从这坡上去啊？对呀，这上来后要去翻一座山才能到。还要翻山呀？走的山路吗？对呀。哎呦，那，哎呀，这咋走啊？这我开车上去得多长时间？2个小时。开车2个小时？哎，我的妈，那太远了吧？这对，小路咋走？你知道不？小路你这车开不了，小路都是骑摩托的。啊？小路骑摩托呢，你要走山路上去呢。哎呀，这具体咋走啊，姑娘？具体你要从这上坡，啊？然后走个20多分钟，翻山，翻山下去，然后有一个坡嘛，啊？啊？交叉口那边。哎，快快别说了，我这脑子装不下了。哎呦，这太复杂了，姑娘。那咋？哎哎，你去哪儿嘞？我也去那附近嘞。啊，你家也是那个姚店镇的？我去杨家坡。姚家坡离姚店镇多远？开车得半个多小时。啊，那就一个地方嘛，路不远过嘛，呢，路过呢。那你咋下去啊你？我走路呢，我走路走小路呢，你走小路是不是快呀？走小路也得3个小时。3个小时啊？那你这小姑娘，你3个小时你走过去，不得给你腿都给你磨坏了？习惯了。哎，那要不这样嘛，你坐我的车呗，你坐我的车，你给我指指路嘛，我把你捎到你们家。坐你车呀？啊，你不是说路过的吗？你别骗我，真路过呢。啊？多少钱呀？不要钱，真路过家路过呢。真路过呢，我家在村后下面呢。哎，那就行嘛，不要钱，不要钱，你直接上来就行。不要钱。啊，哎，姑娘，回去，回来，咋走了你？你不要钱，我不敢坐呀，你。有啥不敢做的？我顺路把你捎下去嘛。不行呀，我们平时搭人车都要给人家数钱的。哎，那，多少公里下去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有个600多公里了。600多公里啊！600多公里，哎呀，我天，那你看他给吧，你看他给。20行不？20太多了，20600公里给我来回2趟了。那给你十五。15啊，15差不多，15差不多，行。能行？啊，你上车吧，谢谢你啊哎，哥。你这背上背的啥呀？我今天在这边那个街上卖土特产来了，啊，干辣椒啊、干菜什么的。我这看着有个70、80斤啊。有了80多斤。哎呀，那怪重的，你赶紧上车吧，姑娘啊。谢谢你啊哥。没事没事，快上来啊。哎，美女，我都走了3个多小时了，这怎么还没到你家呀？快了，哥，快啊，到了，再走个20多分钟就到了。还有20多分钟。上坡下坡。哎，好，嗯，哥，啊，我到了，哦，这就是你家呀？在桥对面呢，哦，我从这下就行啊，行，好，了。走吧，哥。这是你家呀？在山上呢。哇，你们这边好舒服呀！我给你找钱。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哥。啊？就剩14块钱了，剩14块钱，咱不是说好了15块钱吗？我才让你上我的车。我不知道，就剩14，差1块钱。那差1块钱那也不行啊！那本来说好的，那你在上车的时候你咋不检查一下？哎，你们农村人是不是都这个样子呀？不是呀，哥，要不你算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不要了，我一分都不要了，我走了。那个，要不你跟我去我家给你拿吧，拿1块钱。哎，我不去，不要，我看不着，看不上你了，你哥，快去。你不行，你这都开了这么久了，钱都没。没事，算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我一脚又给你捎过不来了行嘛，啊，你跟我回家吃顿饭吧，吃顿饭。我给你做个饭吃，就当饭钱了，行不？这路费了。那你老公不会介意吧？我还没对象呢。啊，你还没对象呢？那更不合适啊，咱俩孤男寡女的，咱俩在你家。没事嘛，你吃顿饭就走了嘛，我家也就一个人，没人你家说。就你一个？那行，那方便的话，那我去吃顿饭呗。方便的，你跟我走就行了。那行，走。要过这个桥是吧？要的。好，哎，姑娘，你走慢一点。
哎，这个墙，这个墙是木板做的，这墙太危险了。这墙太危险了，这个墙。这下面有那个钢筋护着呢。哎，这太害怕了，这桥这人能过？能过，你看嘛。哎，你跟着我走。这太害怕了，这个桥。不害怕。啊？不害怕的。这过不了吧？这个。没事没事，你走吧。哎，把我吓的。走吧。走。哎，这确实还挺稳的啊。晃起来了，你看晃起来。啊，这水好急啊，这下面咋还有这么大个瀑布呢？这不是瀑布，是河啊，河。这瀑布这好大呀，这万一我掉下去咋弄啊？掉下去我找人捞你。哎，不行，别。咋了？哎，不行，你们这有厕所没有？我想那啥一下。我哥把你吓成这样了。哎，我恐高呀，这太高了这。这没事，你跟我走嘛。你别晃，你晃啥呀？你干嘛？你啊，这你不动它，你看它都晃呢。你不过去吃不了饭呀。太害怕了，这。走吧。那你这样吧，你把我背上，我过去呗。我咋背得动？你看起来都有240斤了。我，那啥呢？我不敢过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太害怕了，你们这地方。那你跟着我走吧。那我把你腰搂着。那不行啊，我。啊。我跟你说了，我没对象呢。那我把你背篓扶着吧，我把你背篓扶着。这样走。走。走慢点。哎呀，这好晃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这太晃了，这。没事啊。啊！不，小兵吧，我害怕的。那咋弄？对，缓一下。啊哈哈！没事的。太害怕了。那咋弄呀？哎，我就把你腰搂着吧，啊！我不行，你搂不了。那你把我手拉着，嗯。你这是拉的是个啥嘛？你把我手这拉好，拉稳嘛。嗯。那我掉下去咋弄嘛？嗯。走。啊，走。哎呦，好。别怕啊！哎呦，你走慢点。啊。走慢点。那没事。哎呀，这水深的很呀！这水有多深？40米。40米啊！啊，太害怕！哎，你咋把我手咋松了呀？快拉上，快把我手拉上，快！你再把我吓！哎呦，你把我手松了干啥？你说这，你把我命都就搭到这了。没事。走慢点啊！啊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，这水还好清的哦。哎呀，你看这画的，哎呦，慢点！哎呦，我的妈！慢点！我这吃个饭，我命都搭进去了呀！你咋输了呀？你！到了，你过来了吗？过了，你别害怕。走！你没事。走，那我一会儿咋回去啊？我，啊？你走回去吗？我走回，我不敢走回去啊。爬回去啊。哎，先吃饭，我肚子饿得不行了。走，还有多远呀？我上去就到了。哎，走。哎，美女。啊。哎，你们这边是种的什么呀？这么多，全部都是。香菜呀。哦，这是香菜呀。啊。你闻。我闻一下。啊。香不？哎，好香啊。哇，你们这种这么多香菜啊。啊，就我们。那边也是吗？这一片都种的是香菜，哇，走吧，好厉害呀！看，哎，美女，哎，还有多远呀？嗯，从这上去就到了。啊，从这上去啊，还在下一站呢。走，到我家了，哥。哇，这你家呀？啊，哎，这还有个鸡笼啊。这鸡圈。哇，你家这鸡好帅啊！哎，你家鸡怎么是两条腿的鸡啊？鸡就是两条腿啊。哎，我第一次见两条腿的鸡。哇，你家两条腿的鸡还有5只呢。啊，他们一天要下70-80个鸡蛋呢。那么厉害啊。那你家不愁吃鸡蛋呀？不愁的。走。啊，走吧，哥。哇，房子也好漂亮啊。哥。哎。你坐这儿吧，我去给你做饭去，你休息一下。哎、好，你简单做点就啥就行了啊。没事，我做面你吃不？做面可以吗？那我做面去，你这儿等我。我吃面有点挑，你们做什么面呀、啊？油泼面。哦，陕西油泼面啊，那可以，我在视频上老刷到呢。行，那我去做了。好，麻烦你啊。啊，没事，哥。哎，面煮好了。我吃不了这么一大盆面呀。能吃完的。啊？这油泼面能吃完？那我尝一下啊。啊，这不是这样吃的。那咋吃啊？我要给你调一下子。哦，这还要调一下？对。就把这个倒里边就行了。不是，我来调吧，你。
啊，行，你帮我调一下啊。能行。来点盐。哎，放点盐。嗯，这就是你们当地农家平时吃的面是吧？是的，我们家常便饭。油泼面啊、哦。嗯，对。我这个面宽呀，比我们南方的面宽多了。我们这儿陕西话有一句话，就是房子半边盖嘛。啊。然后面条像裤带。哎哎，面条还真的挺宽，像裤带一样啊、哦。师傅。葱蒜能吃哈、啊、哥。可以吃啊，多放点。好嘞。哇。这葱都是我现拔的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自己种的。再来辣椒。哦，这个是辣椒呀。对，十年辣椒面啊，我自己的辣椒，你先看看，闻到香味了吗？哎，这辣椒真的有一股香味啊。对呀、啊。这里边是调了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辣椒原本的味道。对。哇，那太厉害了。哎。啊。你给我放这么多，放这么多，我怕是吃不了啊。不辣的哥，啊，我们这辣椒是只辣嘴唇子，不辣胃，是吗？嗯，这咋还要放呀？你来点细的，出点红油。哦，这个是细的。对，它是不一样。搭配好吃嘛，也香得很。不敢太辣了啊，趁辣我吃不了。行，好嘞，哥。嗯，这就调好了，我去烧油一泼就行了。哦，拿油一泼啊。嗯。哎呀，好期待呀！能，哥，你等一下啊。好嘞，啊。这个辣椒会不会太辣？哥。哎，油烧好了。哦，油好了是吧？后面做一点，我怕烫到你了。哦、哎，好好好，我、哦、要泼上去是吗？是。哎，哎，这怪吓人的哦。泼一下那个。哎，好香啊！辣椒香味就激出来了。哎，你一泼上去，这个辣椒的香味都感觉被激发出来了。对，你闻一下，很香的。哇、哦，好香啊！嗯。哎，这是不是能吃了？能吃了。哎，我尝一口啊。不是，这要拌的。哦，要拌一下是吧？啊。那你帮我拌一下可以吗？你别拌，我拌吧。好、啊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。嗯。哥。哇、哦。面拌好了。哇、哦，你瞧这个面，看着好香啊。你快吃吧，尝一下。这个颜色一上，我食欲大增。你先尝一下。确定不辣哦？不辣。那我尝一口哦。嗯。哇、哦，先尝一小口。行。怎么样？哇，好好吃啊！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哥，我再尝一口啊。能行。哦，好香啊。这都是家常便饭、啊。嗯。哇。哇，姑娘你手艺太好了。哎，真的手艺太好，我再尝一大口。能行。哇。是。嗯。不够了，一会儿再煮一盘。哦，哎，你刚才放了那么多这个辣椒面。嗯。在里面为什么吃着没有那个太重的辣味，只有香味啊？啊、嗯。